上次就是睡得好好的，突然就掉下来了。说不定我一觉醒来，我又回去了。你干什么？上床休息。安锦昭，你说话不能不算数啊！我帮了你的忙，今天这个床我用。你不是已经在床上了吗？你要干嘛？我是答应你借你床榻一用，但没说是整张。若是你连这一半都不想用，现在就可以出去。你放心吧，我不喜欢你，我对你没有任何想法。一根手指头都不会动你。当然，我主要是怕我对你动手动脚嘛。